哦，食材应该可以吧？哎、欸，我怎么就这样倒了？你来不来啊你？ 可恶！哎、欸，你怎样？很会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啦？哎、欸，他很烦哎、欸。 但是要钓鱼，真的，我觉得钓鱼好烦哦，我不会钓哎、欸。我先去拿饵，抱歉。还没。干你老三错了，我记一下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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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要拿鱼饵。お前聞いてんのか？没有，没在听，抱歉。啊，我有没有饵啊？なじまちゃんさ、まだ準備できないの？没啦，吵死了。 没有没有没有在听，哎、欸，单身汪蟹这谁？好揍哎、欸！<笑>不是，绝对不是因为钓鱼才玩这个游戏哦。好烦哦。 怎么样？他们才会吃饵啊？哎、欸，话说钓具，等下哦，钓具要在哪里买啊？唐吉诃德有吗？看一下哦，验超商唐吉诃德，看一下唐吉诃德有没有。诺。 最好是啊，人咧食咪，你咧化烧呢，最好是这样。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卖钓竿啊？干没有哎、欸。Oh my god， 他没有卖钓竿啊，怎么办啊？ 哪里有卖好的钓竿啊？鱼看到你吃饵，然后跑上来，怎么可能？另一块特卖快了，我知道啊，23号嘛。 你们觉得哪里有大黑药妆？惠比兽屋。
可能不是当铺吗？你、欸、哪里有卖钓竿啊？唐吉诃德没有哎、欸，用烟火弹炸鱼不是啊？账户买3000万，哎呦！就躲嘛！就躲嘛！我走错路哎，抱歉。哇，你们怎么那么凶啊？追到这里来。後悔すなよ。出其不意，开始掉之后就撒下高级掉了。看一下龙虎饭店，抱歉。抱歉，走错路了。我是要去龙虎饭店，不是这里。9mm 拿出来。9mm，9mm，大大大成功！大成功，结果竟然，心都碎光光啦。ございました。発売の PS4 の FF， 我应该是会买 FF12 啦，会啦。何書いてのかわからない。我会买 FF12。而且我是来钓鱼的。这里没得钓吗，大哥？应该吧，应该有吧。有了。钓竿这把3000万是最好。不要、哦。
3000万我付得出来，惠比寿屋，惠比寿屋在这里。嘿，烧饼，烧饼在睡，看，那只能说 I will buy FF 12。你的那个英文语法有点怪啊。他说 F12 是不是，我记得他好像快出了齁，7月多就出了，对不对？语法是浮云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来买东西的，超吊神，买。哎呦，他要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吗？顺便连飞镖都买一买好了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再见。鱼饵，我身上有鱼饵啦。嗯。啊，你们不要一天到晚找我打架好不好？你们好奇怪哦。哦。哎。好，拜拜。至少普通很烂的英文应该也可以吧？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他们应该也听得懂啊，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也听不懂呢？哎，打雷，雨田爱 ，Type B。钓鱼啊，给哥哥钓点啊！真的假的啊？钓点啊！哎呦，这里太边了吧！超钓神！哎呦！哎呦！这完全不一样呢，啥诱饵？高级诱饵，来喽！钓鱼，来吃吧！到最哦，是那个飙下去就要按，是不是？哎，要怎么玩？干按错。哎，但是吊起来了。黑奴，我要我又按错了，抱歉。是要吊的一个。怎么没有鳗鱼啊？鳗鱼是不是长长一条的啊？来吧，噔噔噔噔，走的，又吊起来了。
银龙鱼。大哥啊，我要的是，我要的是鲑鱼、鳗鱼跟那个啊。我每次按不到第四个，他就掉，这三小啦！那也不嘞，傻眼呢！鲑鱼、鳗鱼鳖，这是鳗鱼吧？这是吧？这是鳗鱼吧？失败干，呀妈嘞 ！No， 哪里可嘞？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按错了，我不小心按到下，按错了，抱歉。来吧，欸、他不理我哎、欸。他头在这吗？哎、欸，不见了！看这里是没鱼咯，哎、欸，把鱼交出来啊！来吧，来吧，哎、欸，够不起！哎、欸，他不吃哎、欸。吃啊，来吧，来吧 ，Come， please， no， bite it， fuck you， 快没有效果了。无效，干！有鱼回来了，随便钓个好了。该咬了吧？哎，为什么啊？我的饵真难吃。吃啊！吃啊！哎。鲤鱼，干！这那条鱼也飞太快了吧？嗯，话说这也太……它那好不明显哦。该吃了吧？该又是鲤鱼，比估 size。什么？你会靠近我的意思吗？是不是有在靠近我？有在靠近哦。可是怎么一看觉得不见了？咬啊！咬啊！一只小贱人，咬啊！
对啊，已经没有了。这是什么？好呀！那呀，これ。波士顿包啊！傻眼。哼，最好是包包会摇了。噔噔噔噔，干！Fuck you！ 摇鹅啊，快摇鹅！他不理我哎。不理我，妈的！干又黑炉，是钓鱼的地点不对吗？是钓鱼的地点不对吗？为什么啊？真的鱼钓起来我敢抓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，我不怕鱼啊。哇，这里是怎样？来个鲑鱼啊！Fuck you！ 那呀，これ。没有，我是特级耶，特级一定更好啊！龙虾。又来回，噔噔噔噔，哇，这个很。很贼、欸！哎呀，抓到鳖啦！我抓到鳖啦！可是这个吗？真的会钓到妹子？哎，这里怎么那么多鱼啊？我的饵要没了，失效了。干，又来，不跑掉了。
右来回的鱼，正常大小是多大多小？可是，哦，鳗鱼不是又是细长条的吗？好啦，我等一下再去买饵。是高级饵就有了吧？香鱼，欸，香鱼好吃耶，欸，香鱼超好吃的，只是刺很多，难钓啊。高级饵，主要是好像可以赶走低级鱼吧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啊，什么身上放不下了？纳尼？干，我身上那么多鱼，靠腰，我连鱼都要存啊！我说鱼还要占空间啊！拜托，天哪！意味わかんないあ。身上一堆垃圾，真的。水晶球。把鳖放进去哦，到时候再领出来。先去龙虎饭店。进去，拜托九 M 拿来。6100。身上有点多钱啊，不太想跟你打。不行，它只能保存而已。可以。Oh God！ 啊，什么身上放不下了？哦。为什么？这也太花钱了。搜寻五句最浪费钱欸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为什么啊？九院总那么难，怎么那么难拿啊？看最非洲人欸，我去非洲找，然后就找不到非洲人。刚刚。我去隔壁这里买好了，在另外一边钓。哦，
噔。はい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三包，好不好？ありが。钓不到，我也是服了。唉，怎么难钓？找烧饼，哎，这里应该也可以钓吧？可以钓你，哦，因为这里有船。烧饼，我来了。Twitch 打滚久了，不会吃那种低端饵的。什么跟什么？有人钓鱼吗？咋又了？滚吧！来回是你吗？跑很快，难道是你？哎，跑走了！还是你？你在动？怒甩，吃吧！是我的饵啊！干！欸，等他游回来吗？吃饵啊！喂，来来来！欸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，就是你了。我觉得你就是鲑鱼了，你是鲑鱼吧？我不会认错你吧？鲑鱼，哎，是鲑鱼，耶、yeah! ！剩鳗鱼，我觉得应该是你，我觉得应该是你。黑鲈表示，银龙鱼表示，是你吧，是你吧？那就穿过去啦。他要吃我的饵的意思吗？你要吃我的饵吗？快吃啊！有，我觉得你就是鳗鱼了，对不对？是你吧？是你吧？我觉得是你呀、啊。结果是蝾螈啊，干！豆叶痛，吃饵啊，吃啊，吃不吃啊？我是你，我就吃了，干！还有什么很长的鱼吗？是不是你？输赢是软体会不会比较好钓？他又不是肥宅，怎么钓？注意，真不是软体，他活在我的心中。他是真实存在的。我那个卡奇的，哎，钓到了，有了，啊，把饵的结束玩完好了。你还这样忽略我哎！把效果钓完。来吧，吃啊，吃饵啊！还真是最后一只鱼了。
觉得你是黑奴吧，这么没有威慑力，一定是你。哎、欸，鲤鱼，就是鲤鱼。结束。哼，钓到了，钓完了。我的获胜，结果我买了三包，只用到一包，觉得有点难受。两个妹妹手牵手呢，不错，我喜欢百合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还没有到，抱歉，我掉太怪了。抱歉，结果我才刚问完，马上就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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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看，为什么就是不给我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把九 M 给我，可以把九 M 给我吗？完啦、啊！一定是信仰不够。为什么给我啊？我只是要找个 9mm 手枪，这么难吗？到处都有的东西，你跟我说找不到，几率真的很低耶。看一下，陈慧安，我从这里走好了。就算戴上也不会变得比较容易找东西，烂东西。我要拿那个啦，忘记了。跳个苏勒比比也许就有了，靠腰。好了。马蒂亚。马蒂亚，哎呀，安安。在干嘛呢？あの子絶対少女。是她吗？是，不是那边女生吧？受不了了，好期待哦！哈哈，何やって？せや。お兄さんも好きだね。Club 排行第一那个妹真的好可爱到不行。不好意思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拿到了。寄来了，一样啦。最麻烦啊！我要被追到了。
哎，这里也太多人了吧！难，好难过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可是因为怎么说？因为我同生现在已经来到大阪了。好吧，如果这次再不行，再找不到九元，我就要靠同生了。为什么啊？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难拿啊？我要去教我的。我错路了，抱歉。来吃个寿司吧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那个柠檬沙瓦。淡淡柳叶雨。大碗炒豆芽。决定是你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没关系。如果真的找不到我那个支线之后，就在。那马上又有了，我才吃完饭，马上又来了。来吧，9mm就决定是你了。我教不了鱼耶，怎么办？大姐，把9mm拿来啊！9mm，耶！オレの勝ちだ！可以制作了吧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可以做吗？你要什么？少一个优质体，我少一个优质体啊！哎，可是好像没差吧？哦，材料不够。还要一个问号，干。不是，重点是我材料不够啊，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材料啊 ，fuck you！ 怎么啊？什么材料啊？九元手枪要什么材料？看好烦哦，人中之龙鳞，9mm 材料。
对，结果还缺材料，妈的！把材料吐出来啊！直接给我写材料。没有写啊，没有写啊！God， God， 没有写啊，是怎样？算了。都睡光光喽！手枪。你会带什么手枪呢？哦，我没钱嘞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然后制作也没有跟我说要什么。东西我觉得好烦，这游戏很机车哎、欸，找个武器这么难找，好了，不理你了，我要去找那个妹妹了。希望找到真品是 9mm 手枪。手枪，然后上面写问号，不知道什么手枪，又拿左轮，我大概也要去撞墙吧。哎、欸，大姐，我把鱼拿来了，来来 PK 啊！我有没有药啊？来啦，打！啊哎呦！反正我身上没什么钱。哎，哈纳塞，哈纳塞。丁老师嘞，啊，好那些，
Fuck you!赢了啊！本来想要唱歌，呵，没差啦，哈，我赢了。计划，这和你缠着我有什么关系？勒索别人是为了完成计划必要的计划必要的一环。到了达成目的为止，我会不断勒索别人。都已经拿来不交出食材，太鸟了。枪，然后在神士町有得买就对了。哦，自动贩卖机有。OK， 好。那就不知道，已经快要到定位的时间了。我刚刚做了超多事情的，你定位客人还真慢啊。捞朵啊，虽然比定位的时间早了点，不过应该还好吧。已经来了，小溪，怎么了？突然叫那么大声？对啊，我获得食材的时间，客人还没来，超久的。对，应该是美梦贩卖机里面会有。搞不好我同声有抽过有抽过吗？好像也没有小溪，没问题吧？现在应该要怎么做呢？先把真岛食材来拿来，先把真岛先生来的食材切好，是拿来的食材吧？再跟当做基底的真岛先生，不要切我啊！不要慌啊，小溪，可别把我拿去煮了。哎呦喂啊，怎么办？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，这个扇子，哇，打错字，你应该有个限度吧？是这样，真岛，你是不是也在紧张？我也来帮忙吧。咦，真岛先生，切菜跟客人点菜、送菜这种事我还能帮，不介意的话我就来帮忙吧。我们真岛刚刚那个错字啊，好的，拜托你了。我手人中这种一堆错字啊。
呼，饱了饱了，谢谢啦。小西，今天的菜味道跟平常不一样呢。是的，今天老大不在吗？其实店长他……咦，交通事故，那个人没事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来，所以菜是小新做的事吗？难道味道会不一样？对不起，跟店长的料理比起来，一定根本就不好吃吧？对啊，跟店长料理比起来，差距是一目了然的。对不起，不过呢，并不会不好吃哦。嗯，店长的味道是常年修炼出来的成果，可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赶得上，因为人家是老练的棒棒啊，你还年轻啊。手艺高超的店长不在下，小西你还拼命地为我们料理菜肴，你善良都借由这些菜肴传达给我们了，那是既温和又善良，非常好的味道呢。错字之龙，真的真的吗？哈哈哈，我是单纯觉得好吃啦，而且这家店有这么可爱的师傅在，让我很想再来这家店吃呢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以后就到这家店招待好啦，这主意好，哈哈哈。谢谢你们。咦，老朵啊，店长，你没事啊？这是当然啦、啊，只是被车子撞到，哪可能会死啊？平常人可能会死啊，你可能不会啦。妹子做的一定好吃。你把牛排煮成白酱意大利面味道是怎么煮的啦？店长的味道怎么听起来跟嘎明的味道有点像？那为什么不能够马上回来呢？那都是检查拖太久啦，明明连点擦伤都没有，真是的。所以想当然了，身体好好的。太好了，这就算了，我在外面也有听到哦。你给我擅自烹调给客人吃是吗？啊？对不起。是我不知死活做菜给客人吃。哎、欸，老大，小西他，车子撞到不会死？问号，真的。割烹店长是什么？割烹店长是啥小？车子都凹下去了，舔。店长，为什么刚刚是割烹店长，现在变餐馆店长啊？为什么啊？嘿、hey, ，还早呢，不过做得很好。嗯？咦？我不在这段期间，你把店顾得很好。店长，不过这点程度的味道完全不行，是不能端出来给客人吃的东西。不行，还是过21小时之后再来吧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敢了。笨蛋，你这女人可真迟钝。我是说，以后我会好好锻炼你的。迟钝的钝是那个钝吗？为什么我觉得好奇？割烹等于餐馆的意思不是哦？是这个迟钝吧？他打错字了吧？想说怎么怪怪的？咦？我或许是太拘泥在男女这种小地方上，所以看漏了最重要的事情。哎呦，你被车撞了之后脑袋就清楚了是吧？但你让我发现了。做菜最重要的就是让客人高兴的这种单纯的心意。被车撞一下，性别歧视就好喽。那是不是我们萌萌都应该去给车撞一下呢？店长，从今以后还请您不吝指教我了。哼，店长讲人话，真的。看来萌萌都需要给车撞一下。我可是很严的，你可别想做一半就绕跑哦。我会努力的。退后，退后，警察退后。曾老先生，谢谢你，还让你跟我们店。